就爱王心 X， 原来劈腿会上瘾，最匹配情侣是他们。演艺圈不少银色情侣，就像姚元浩与王心甜，不管在外形或是兴趣上都十分速配，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都有过劈腿记录，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匹配。除了姚王恋二十外，上个月吴康仁与尚宇威因为一起逛运动用品店被曝疑似双劈。吴康仁的前女友钟瑶在年底时莫名其妙被分手，而几乎同时间尚宇威与张立昂也断了两年情，更有媒体挖苦尚宇威与张立昂因戏结缘的同时，似乎也与是原界的恋情有所重叠。